是西方极乐世界摩诃双莲池的莲花童子。我这里住着很多很多莲花童子，我们天真、纯洁、快乐、自在，我们心连着心，不如连身心体后挑战你，数一数莲花童子一共有多少颜色呢？金莲花童子现出大卫光，白莲花童子现出法界光，绿莲花童子现出万宝光，黑莲花童子现出享福光，红莲花童子现出喜悦光，紫莲花童子现出端莲光，蓝莲花童子现出果德光，黄莲花童子现出普如光，橙莲花童子现出童真光。我还化身为莲生活佛来到人间，要来带你们回去摩诃双莲池呢，你们准备好吗？